Judy、李美奈，哎呦，日韩的对决哟、哦！大战，我觉得李美奈会赢。你怎么这样子？加油，美奈！好快，好快！加油，美奈！你看正面厉害。邱启泽，他邱启泽抱球超猛，他就躲避球就是这样，对他很厉害。感觉 Judy 好像又要很猛的之类的，好有气势。对。好，我们观察重点在 Judy 身上，我们看看，哇，蛮专业的哦。好，有点想跳哎。哦、oh, ，第三关漂亮的闪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碎步多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碎步多一点。对 ，touch down。没有，他重心感觉他是有点，我觉得从上面大家都很没错，因为大家都想要往这样。对。就是刚刚崩了吗？来，这边两位。刚才 Judy 前面两关的时候，感觉步幅比较大。嗯，那其实遇到人的时候，到第三开始有一些碎步的闪现。他在一二关的时候的步幅影响到他的转换方向，所以他有点在绕过敌人。但他在第三关的时候，他有把步伐调整出来，就有做出很漂亮的闪现。我又跌倒了，你有跌倒了吗？我跌倒，我没看到，我就是，哇，我真的太容易跌倒。我自己可能脚步不清楚，你不清楚，还是太认真跑了，可能太认真跑，然后就跌倒了。我那时候一直想要冲，说哎快到了快到了那种心态，所以我的脚步就乱掉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下半身重训要多练习。跌倒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有受伤吗？没有，还好，没事没事。好，那个李美奈的成绩是21.10秒，然后 Judy 的是18.82秒。OK， 好，在运动场上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状况，但是这个就是尽量的保护自己，好不好？重心稍微放低一点。